以后我们俩不相见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爹爹呢？ 他一定是太想回家了，所以他先走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去追他，能赶上他的，这是他的。 躺在这里，他跟我说他不会离开我的，这不是他。我没能救活他。顾星河，顾星河，你没事吧？你体内怎么会有鲛人内丹？ 刚才风雪子跟我说，他说我爹爹是被人杀害的，不是你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伤害他？我已经救了你的命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满足？你们为什么要长生不老？ 与我之情，如此无从。从此以后我们俩不相见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愿一生一世一心，回忆如烟穿不绝。我愿来生漫漫，一直到以后。 这样我就有了离开你的理由。等几次轮回，浮生个罪名为浪费。 若若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离开这里。怎么了？你爹爹呢？我爹爹，顾星河为了长生不老，杀了我爹爹，夺取内丹。不可能，顾星河不是这样的人。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先前王不留行说你爹爹重伤难愈，就算回到南海，也活不久。王不留行，他们主仆一心。 还有你们，你们一直都在骗我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。小肉包，哎，疯子，你跟着肉包，不怕他出事。嗯。